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斌。前面呢，大家都很多朋友啊，建议我去买个无人机跑跑流。今天我们就去看一下这个无人机，合适的话我就买一个。马上到了啊、哦，已经看到了，我们二娃已经在那里看了。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一款的话太小了，不适合我们那里。这个呢太贵了。现在正在教阿斌怎么调啊。这个波轮哦，感觉左右呢，这些呢下面就是下面确定好了啊，我们就开包装了。现在这位帅哥就教我们组装一下。哎，你们的差不多，我跟你一个国家。他这个包还是偏偏携带的，现在我就把它拿出来了啊。来，帅哥，你帮我教我组装。哎，还要拿出来，这个是工具包。对。哎，收了。那么早？差不多嘛，5:44看。有个主机，然后那个是电池啊。电池3块。遥控器。充电管呀。现在给你发一个小时。然后那个小盒子里面那个奖励，数字越大，它那个就越黑，那个拍下来的话就更黑的。然后这里的话可以就直接换了。哦，这个就是那个磁棒，相当于。哎，江宇。这个要去啊？要去。看这个。那个奖励它有两种啊。啊。不带白圈。啊。白圈就是一对，是不是？对，白圈跟白圈的放在这里，哦，就放在这里。哦，交叉是一对。装的方法就两个卡子按在两个孔里面去，啊，按下去顺时针扭一下，顺时针扭一下啊。然后这两个你们自己来试一下。现在阿斌要尝试一下上这个翅膀啊，往顺时针。你久嘛？我久了很多了，他。这个是翻起就立，这个是要扶到这里，要扶到点点点会动。那看阿斌搞半天才上一个翅膀，现在开始要上另外一个。这个新的电池没有电啊，等会我们只有用那个这里的小疙瘩的这个电池来，就是来尝试一下。他等会儿会教我们怎么飞呀、啊。抠出来，抠出来留上去。就看他把这个取下来放在上面，就是这个遥控方向的。啊，这就开好了。然后飞机开机之前，把这个罩子取下。哪个？就是那个镜头罩嘛。镜头罩一定要取下来。那长期不取就可能发热，发热就更惨了。哦。买这个无人机呢，就是为了第一还是为了找牛，还有就是给大家分享更多的美景。现在这个师傅在教二娃操作，飞机要重启啊。对，他这个飞机要重启。然后这个是遥控的充电线，充这个地方在下面，就20%。这三个电池。基本上都没用了。这个电池单独一个有好多钱？699，700块钱。现在准备试飞一下了。飞机都滑了啊！你看它这个地方空气飞了它。它这个不可以起飞了就？它是红色的。哦。它红色的这把飞了。可以起飞，我们打过来一把。打过雷吧，启动，我们先停一下，看它会不会抖动啊？飞机会不会抖？如果会抖，就是我们桨也没装好。没装好，我们就下桨，关了，重新装一下。飞起来了。一级试验是吧？提升起来了，工作网又多起来了。看见了？它是同时，那这里个波轮，它是同时飞机镜头的扶摇。现在二娃在操作了啊。其实蛮简单的，学了一会儿就学会了。哎，不要进来了。现在阿斌开始尝试了。阿斌现在在控制那个镜头的
被抚养了。关灯了，人家都下班了。哦，这个阿姨。一段一长，一段啊，一长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把飞机关了。啊、放嘛，放。他这是。然后关遥控。要关遥控也是一样的。一段一长。这个、一段不不不不。吸引力太大了啊！没有犹豫，我们就买了这一款。还可以吧，觉得还可以，就是要自己多多学习一下怎么飞行，以后找牦牛就好找了。大家提醒我了。现在我们就回家了。